囤袋用途。囤袋巨型袋，也称为散装袋或柔性中型散装容器，是大型编织聚丙烯袋，设计用于运输和储存各种干燥、可流动的产品，如谷物、种子、化肥、化学品和矿物质。囤袋通常用于农业、建筑、食品加工、采矿和制药等行业，它们的设计重量可达1吨，取决于袋子的尺寸和承重能力，并具有多种优势，包括易于搬运、减少包装浪费和提高存储效率。囤袋的一些具体用途包括运输和储存颗粒状或粉末状产品，例如沙子、水泥或动物饲料，运输和储存大宗农产品，如谷物、大米或糖，储存和运输危险材料，例如化学品或药品，储存和运输废料或废品，例如塑料颗粒或金属屑，储存和运输建筑材料，例如砾石或石头。总的来说，囤袋是一种多功能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包装解决方案，适用于广泛的行业和应用。